下。好，那我讲个话。好，接下来就是一首你的歌嘛。我的难过的歌。好啦，就是再感谢一下，就是今天的 PA 是我的那个大学同学。真的吗？对啊，就是遇到很多亲朋好友，就很感动。哦。就是可以持续活跃于音乐圈，真的。哎，球球，一个球球这样子，很可爱。好了，我们哎，可以了吗？很干。就让你终究是留下了。